没过。要啊要啊。那有时间谈恋爱吗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就算了算了，直接分手。没有，也不是的，你不要那么激烈。现在年底，你压到年底了？应该有，尾牙也是陆陆续续，可是比较多都是线上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，我有跟今年讲，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都会就是太多事情，然后还有一些新节目就刚好全部都卡在一起录，所以就会觉得哦太累了。还有一些，对呀，甜蜜的附和啦，还有一些尾牙，对，买几瓶？哎，那个是几瓶啊？三宝，五十，4-6，500-600，5-6千万要吗？台北市加装潢之后可能就会要，可能对，要明年过后了，对对。前面缓冲期还好，就很像在缴房租。那等到宽限期过，你们就会看到我每天都更在工作。一过，要啊要啊。那有时间谈恋爱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就算了算了，没关系。我们就是先把房贷还完，因为你要探这种我们这种工作，就是你要探笑脸哦。五头上谈有金谈，所以男朋友会说。双十一不落单，就到来下单。没有啦，我们就是就先忙工作就好了啦。直接分手？没有，也不是啦，你不要那么激烈，一定是有人陪伴，有人陪伴。所以你会跟吴三如一样想的？哎，真的是不会，哎，真的是不会。对，但他不算闪婚吧？他已经一阵子了。不是吗？对啊。哦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这样。这个会是你结婚对象？不是，没有人问这么激烈了。我要回答是或不是都不对啊。对，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，我会回去好好想，但我不能回给你太片面的片面之词，因为我不想伤害你，我也不想伤害任何人。对。太激烈了吧，太激烈了啦，太激烈的问题了。